小米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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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大姐夫吗？你赶紧回来一趟，你快点回来，别废话，家里出事了。我跟你说话，你听不见。 干嘛呀？人打排位呢。我跟你说，你玩个游戏不要紧。你，小米粒儿，小米粒儿，小米粒儿。哎呀，田笨笨是白回来了。二姐夫，你说谁回来了？不玩了，田笨笨回来了。 二姐夫，啊，笨笨啥时候回来的？哦，他8点钟下的飞机，10点到12点接了1个电话，发了3个短信，喝了5杯白开水，上了2次厕所，1次大手，1次小手。你有这个东西啊？我一直跟着他呢。你监视人家？我不是监视他，你干啥去？我出去转转。去物业转转吧。让你管。别去了，你和笨笨不合适，人家笨笨不会喜欢你的。二姐夫。 请你注意你的言辞啊！他喜不喜欢我是他的事儿，我喜不喜欢他是我的事儿，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你吗？为什么？坐下。你俩都是大学生，人家是物业公司的总经理，你是待业女青年，差距太大，人家怎么可能喜欢你？那怎么办呢？我今天就是拯救你来了。玩游戏。 跟着二姐夫一块创业，成为一个女商业界的奇才。我保你两个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开。二姐夫，那怎么做呀？小道消息啊，咱们物业有3间门面房要出租，我打算把它租下来。我要搞一个高档的餐厅，让你当副总经理，年薪300万。300万。 欧了，欧元，我都挣不起，我。哎，二姐夫，那你说这事儿能成吗？成不了。啊？因为啥呀？笨笨不同意啊。笨笨，笨笨在我一上午的死缠烂打下，他已经妥协了。那是我大姐夫不同意。你说对了，就是这个赵刚的。哎呦，气死我了！他主要是嫉妒你。 我跟他一说，你当这个副总经理，哦呦，那个头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这个家里边我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。你再成为女强人副总经理，他还能活吗？他不会吧？不会的。我告诉你，小米粒，你这样，你马上回屋，你仔细听着，他一会儿就回来，我让你亲自聆听一下他是怎么嫉妒你的。啊，去啊。 回来了，快去啊！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田经理啊，我家里有点急事，我先回家了。啊，你要是有事的话呀，你到我家找我来，好吧？啊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就这样。顺凡，家里出什么急事了？赵刚的，你那个胳膊肘怎么老往外拐呢？往外边拐什么了？我，哎，那3间门面房怎么就不能给我呢？来来来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啊！不，你说清楚怎么呢？你坐这儿。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哎，这3间门面房不能给你，怎么就不能给我？我又不违法，我正当手续来，我开一个高档餐厅，我让小米粒当副总经理，怎么不行呢？你等会儿，你让谁当副总经理？小米粒儿，小米粒儿当副总经理，怎么的？开什么玩笑？家里有人吗？没人，一个人没有。没人呐？哎。 我跟你说啊，顺风，小米粒怎么能当这个副总经理？怎么不能呢？大学毕业，人才。不是，他大学毕业以后，他可什么都没干，一直在家里。他当副总经理合适吗？哦，你那个意思是小米粒大学毕业以后一事无成，就在家里糗着，什么都不干。哎哎哎，没事，你喊什么呀？就咱俩人。我当然，我为我小姨子叫屈，我要帮助他。 你拉倒吧，你帮助他，这么多年你帮助他了吗？我一直在帮助他，而且我要促成他和田笨笨的甜蜜爱情。你没毛病吧你？我没毛病，他们俩人甜蜜爱情，怎么了？他们俩人能在一起吗？当然能了。他们俩人就不肯再在一起。为什么？你。
吗？我逗你玩呢。干嘛呢？你凭什么说我好吃懒做、一事无成、赖泥扶不上墙啊？他说的，你我都亲耳听见了。赵刚子，我还告诉你了，今天这个副总经理我干定了。对，三间门面房必须给我们公司。对，今天必须给我们个答复，不然我让你在这个家再无立足之地，我让你成为真正的一块烂泥。给你三分钟考虑，三分钟以后给我答复。哎，你听你大姐跟你说，小米粒啊，小米，才说分啊，你就坑我吧你啊，我坑死你！站好了，扶着墙，烂泥，好好想想。三分钟。完了，这下完了，这咋整？这天塌下来了，这是。峰哥，啊，我有件急事啊，你得帮我去。田经理，你先别说呢，我现在有个急事儿，是这样，我跟你商量一下，实在不行的话呢，那三间门面房就先给顺丰吧。这不都商量好的事儿了吗？你来，你来，我跟你说，现在情况有点突然的变化啊。这钱顺丰啊，他使了个计策，他让小米粒当这个副总经理。刚才小米粒跟我说了，他要干这个事儿。小米要是一上手啊，我就不好做了。你知道吗？在这个家里，我最宠着他了。他回头跟我一闹二哭，再把他大姐叫来，我在这家里边就没法活了。这有他啥事儿啊？不是，不是顺丰嘛，让他当副总经理，明白不？我说他不合适，就为这事儿，他刚才都跟我急眼了。不，你说啥了？他能急眼呢？我没说啥，我就说他年轻。我说大学毕业以后也没什么工作经验，不适合当这个副总经理。没事啊，刚哥啊，小米粒这个事儿，我帮你搞定。哎我的妈呀，真的吗？当然了。那行了，那行了，田经理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哎，刚哥，我倒是有个事儿，你得帮我解决一下。你说，你能不能跟钱顺丰商量一下啊？让他别老跟着我了。跟了我一天了，我现在上厕所都不敢去呀、啊。我这一天，心灵和肉体上，饱受折磨。田经理，你受苦了。没事儿，你放心，小美妮你搞定，钱顺丰我搞定他。欧了。张刚子，三分钟到了，考虑好了没有？这就是今天必须。那个田经理来咱们家了。必须得好好考虑一下哈，不着急。再说了，这个事儿也要好好征求一下人家田经理的意见了。田笨笨，啊小子，你还跑？往哪儿跑？哎，姐夫，往哪儿跑？不是我，你咋撒开？哎呀，你说你温柔点不行吗？笨笨，说话那么……怎么了这是？我跟他们、大姐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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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什么你？你干什么你？给我个说法！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跟我到里屋去啊！那是咱俩的战场，走。哎哎哎，不是他要跟我谈，哎哎，小米粒，我要跟你谈一谈。二姐夫，我现在没工夫顾你，你的战场在那头。听见了吗？你的同盟说了，你的战场在里屋。哎，走走走，我跟你谈一谈去。来来来来，咱俩谈什么？咱俩到里屋好好谈一谈。回来啦？是啊。咋才回来呢？飞机晚点了。你好像胖了。是吗？啊，瘦了20斤。啊，你好像瘦了。啊，我胖了。到底胖了还是瘦了？你说胖就胖，你说瘦就瘦，全凭你喜欢。刚才我听你大姐夫说你急眼了。没有。有没有？没有。有没有？没有。有没有？我刚才就跟大姐夫这样来的。哦，原来是急眼啊。我就说嘛，我认识的小米粒儿怎么能急眼呢？坐吧。哎笨笨，别动。这回坐吧。哎，啊，听说
你要当你二姐夫的副经理啊？啊，我不是觉得我应该干点事儿吗？不过啊，我还没想好呢，因为我还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呢。你看啊，你从毕了业到现在，就什么都没干过。哦，是呢，我是没有工作经验啦。我是觉得呀，你现在干这副经理还太年轻。哦，你是说我还嫩呗？我知道，人家还很嫩呢。最主要的呀，我们不能把房间租给钱顺风，我们还有很重要的安排。对，不能租给他。你要是租给他了，我都不乐意呢。真是个懂事的女人。只要你不喜欢我去做的事情，我都不会去做呢。谈的不错吧？你讨厌吗，大姐夫？拜拜。哎，刚刚咋样？啊？咋样？搞定。钱顺风呢？搞定，必须的。顺风，来来来，过来，给人家钱经理道歉，快去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！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这一上午都缠着你啊。但是这个三间门面房，你得给我个说法啊！二姐夫，撒开我的笨笨！我告诉你啊，门面房的事你想都别想，不租给你了。哎，你不想当副总经理了？当什么副总经理啊？我还年轻呢，人家还嫩呢。这刚才发生了什么？都是爱情惹的祸。陈总，哎，哎呦，高总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说物业怎么没人了？都跑这儿来了。是是是，张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老钱呀，哎，我听说你不太高兴。我没法高兴啊！三间门面房，说什么都不租给我，怎么了这是？啊，因为他们租给我了。来，这瓶酒你拿着。哎呦，张总啊，租给你了呀？啊，没问题，你这实力。不是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算我一股，好不好？我入一股，咱们有钱，咱俩赚。那不行，老钱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项目啊，它不赚钱。怎么可能？你什么时候赔过钱呀？你不赚钱你能干？有可能还得往里搭钱，搭钱啊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明白了。我什么都不说了啊！恭喜发财！哎呀，哎，不是，你干什么这么阴阳怪气的？我这明白。你听人家张总把情况说清楚了，你再走。好好好，你说你说，老钱啊，哎，是这样，那个我妈妈住在这个小区，这知道。我呢没事就回来看看，经常出差嘛。可是呢，我每次回来啊，我就特羡慕你们这个家。你说又老的，又小的。大家一起高高兴兴的，其乐融融的。你看我妈妈，就那么一个老人。后来我一调查呀，咱这小区这样的老人还挺多的。是。你说我原来啊，我一直在赚钱，但这次啊，我想用这三间门面房，我开个老年活动中心。哦。我让这些和我妈妈一样的老人。免费在这儿玩，免费在这儿吃，我让他们永远也不孤单。老钱呀，哎，你说我这项目，它能赚钱吗？这项目咱不能赚钱。对呀，哎，那你不会不高兴吧？没有没有，我高兴着呢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没意见了？我双手赞成。太好了，张总啊，咱这样吧，咱到物业把合同签了，怎么样？马上走，签合同，田经理，走走走走走，走了啊！来来来来，张总这边请。哎呦，这主意太好了，张总好人。小土豆子，下次这种事儿能不能别让我给你当挡箭牌？谁让你当挡箭牌了？我得赶紧出去忙着呢。你干嘛去？我去物业一趟，我觉得这个项目我可以当副总经理。哎，不让我当副总经理的吗？你还嫩呢，还年轻呢，你是个烂泥，你扶不上墙呢。讨厌，你说谁烂泥？